備。王奇基，我哋一开闸嘅时候啦，前面快嘅马咧，见到内栏美丽升华扫出去，奇勇加州金奖最出仲系爱宝区啊，中间黄眼罩咧仲系响奇城内栏环保战士黄衫橙帽嗰只咧就宝宝飞龙啊，跟住佢后边咧大约喺呢个咧就第八位咧就嗰只同个梦想大面裤噶，后边嘅马啦，先见到咧有威威巨星啦，城中话题啦，尾子位置咧就系开心挚爱，咁啊包咗落尾嗰只喜宝区咧就缩住嚟跑噶。好啦，跑到对面直路尾咁滞咯，前面美丽升华咁啊斗紧呢只咧就宝宝飞龙嚟噶，再见咧呢只咧就加州金奖嚟噶，再后边嘅第三位啦，内栏咧就系呢个环保战士中介奇勇啦，出边系爱宝区啦，再后边先见到黄眼罩咧就系响奇城啦，响出边就宝宝飞龙啦，再内栏位置威威巨星后啲先有同个梦想要比咯，出边潘顿一路搏住佢城中话题噶，入正之后直路啦，前面透出仲系美丽升华环保战士开始追近啲啦，奇勇白衫亦都上嚟，摄埋边威威巨星冇位。再见到中档最紧仲有呢只爱宝区啦，咁啊后边嘅位置仲系响奇城，响入边咧就系同个梦想啊，最后百零米美丽升华仲系占先，中间环保战士外边响奇城接近咗啲美丽升华赢啊，第二名要影上好多只马喎，响奇城啦，入边威威巨星啦，中间仲有环保战士啊，爱宝区奇勇嗰啲马都好近啊，美丽升华咧就肯定系赢咗呢场赛事先啊，外边响奇城第二、第三名真系好近啊，要慢慢睇啦。尾场啊，爆得劲啊！美丽升华啊，一放到底，跑第二嘅就系响奇城，第三要赢喎，可能系，可能系开边啊！哎呀，好似因为遮住咗系啊，唔敢讲，唔敢讲，睇下外保区定系埋边环保战士啦。第二只同个梦想啊，塞下车啊，咁样结果咧就响嗰堆三四名嗰堆嘅，咁啊，但系结果翻到嚟就。头四都冇，四搭十，咪梗系$11,092啊！我哋睇埋阵间四重彩有几轰烈啦。一十爆你都有啦，就系俾呢只嘢揞住咗，几廿倍喺呢度唔断啊！喺前边咁啊，自己扣女嗰只加州金雀都唔会烧佢啦，咁啊喺佢后边半个马位，一个马位之后，咁啊又放得好轻松啊！咁就阿信成日讲嗰啲单骑领放。咁啊，顾东你都唔系净系睇住阿伟达嘅，咁都俾翻只蔡明少赢啊！美丽升华今晚都起到个孖，顾东尼马房一号、十号临尾我都见到啲飞落下嘅，虽然而家你见实十号冇着绿架啦，但一度系着过架嚟嘅，但系就呢一只就由头到尾冇人问津嘅。第三名张相真系好接近噶，喺我反镜嗰度就会清楚啲，那个白鼻真系。耷咗少少落去，嗰只爱宝区。不过要真系要放大少少，大家应该会睇得清楚啲。啊，系咯，嗰度都见到一点白色噶。咁就见到即系环保战士未到咯。哇！四重彩有四号限头，跟十号、一号、八号派$395,726。董事都要揾翻阿顾东嚟翻嚟，可能问下点解。咁進步啊！呢場係咯，啊放到出嚟，不過可能真係放到出嚟同放唔到出嚟，有啲馬就肯走同唔肯走咯。上一次跟住馬完全都衝都唔肯衝，即刻睇下佢啦，一檔起步。即係上次黃金包箱位都唔係差噶，跟住輸咗原來唔中意遮啊，就係要自己走咯。加州金獎都快啊，奇勇都快噶，不過就捉咯跟住。咁呢啲係啱嘅，咁佢試過追都得嘅，係正常係咁跑嘅。咁你都估計係顧東尼一對馬喺前邊㗎啦。柏寶咧，我呢度仲係三疊㗎，跟住有冇得買啊？冇啦，愛寶區就一路都係走開邊三疊㗎啦。起寶區係縮埋佢上，縮埋入邊添。唔好同佢愛寶區鬥產啊嘛！今次愛寶區就好可愛嘅，次次都係啲陪女有分頭啊，佢又好鬼準嘅真係。而家咁樣走三點翻嚟又有個第三。呢度啊，偉達潘頓大鬥法，你又想封死佢，我話想擁你出去，都掉咗掉個新轉彎度啊！呢三個大哥成日都攬炒嘅。終於大家即係彎位嗰度走唔到咯，一齊喺後面縮埋一嚿。你睇呢度咁冇乜窄位啦，窄位想要開到啦呢度跟住。太遲了太遲了哇好終點成終點都仲俾外部區幫忙成嚿咁樣
好啦，福榜完不派彩作十粒跑第一名四号嘅美丽星华，特人派599个半，位置派98个半，跑第二名10号。